许多人常会集邮不吃早餐来达到减重效果，这么做真的有效吗？对此，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杰健引述一篇发表在 Nature 自然杂志科学期刊上的研究佐证，指出吃对早餐比不吃早餐还能稳定血糖，关键就在高蛋白饮食。他并分享，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，超商 450cc 无糖高纤豆浆也是很好的选择。 能摄取十五克蛋白质和九克膳食纤维，鼓励用高蛋白早餐开启美好一天。肖杰健在脸书粉砖减重医师肖杰健发文表示，有些人为了减重而跳过早餐，只吃午餐和晚餐。但根据美国密苏里大学发表在 Nature 自然杂志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，跳过早餐并不能带来减重效果。肖杰健进一步说明，该项研究选取二十八名年龄约二十岁。 体重超标的青少年，其都有不吃早餐的共同点。接着，研究团队将受试者分成两组进行实验，分别是高蛋白低碳水组，早餐包含鸡蛋和瘦肉，总共摄取三十五克蛋白质；低蛋白高碳水组，早餐包含牛奶、谷类和麦片，总共摄取十三克蛋白质。肖杰健指出，经过十二周实验，研究结果显示，不吃早餐的青少年。 开始吃高蛋白低碳水早餐后，平均血糖降了五点六 mDL。不吃早餐的青少年开始吃低蛋白早餐后，平均血糖降低了零点五 mDL。前者差异显然高于后者。除此，肖杰健还提到，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也进行类似实验，针对不吃早餐、吃高碳水低蛋白早餐、吃高蛋白低碳水早餐等三组人进行比较。研究结果显示。 在不限制饮食情况下，吃高蛋白早餐的人饥饿素最低，饱足感酵素最高，一整天摄取的卡路里最少，且最不容易感到饥饿。不仅如此，肖杰健表示，该研究显示，不吃早餐会导致早上学习力和记忆力较差，下午更容易头晕和想睡觉。而开始吃高蛋白早餐后，早上上课精神也变好，一整天血糖也更稳定且较低。 重点是不容易饿和嘴馋，不算热量也能降低卡路里摄取。肖杰健认为，挑选高蛋白早餐很重要，即便外食也能聪明吃。若真的时间不够，他建议超商四百五十 CC 无糖高鲜豆浆是很好的选择，能轻松摄取十五克蛋白质和九克膳食纤维，且不含任何胆固醇，富含异黄酮，有助减缓老化、抗发炎及提升记忆力，富含钙。 镁和维生素 E 有助骨骼和皮肤保养。他推荐可添入浓缩咖啡成豆浆拿铁，更有一番风味。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